底架已搭好，间距 1.5 米。接着抬石板，抬石板要小心，一块石板300斤。开始装台布了，先把一头用枪钉固定好，然后到对面，手没点力气，这活可真干不了。然后走到中段，使劲拉好，拿出美工刀，在中再拉出一个口子，再用枪钉钉好。每个底带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底带固定好，开始装上方，用锤头敲敲敲，装好完成，标准8.5带口。